创意雪糕店可以制作甜筒，也可以制作冰激凌。还有音乐哦。那我们来吧，包装打开吧。这个礼盒很大。我们来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吧。这里呢，有彩泥，白色的，黄色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小盒子里面装的什么呀？啊，全部是用来装冰激凌的小碗儿，红色和咖啡色，蓝色和绿色。这个呢是做冰棒的模具。最后呢，我们来拿这一个最大的。最大的呢就是冰棒或者是雪糕店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应该怎么弄呢。甜品餐牌，好，这是摆在门口的广告牌，告诉客户我们这个店里面会有什么好吃的。好，这里呢还有两个展示柜，一个是冰激凌，我们把冰激凌放在上面，巧克力冰激凌、蜜瓜冰激凌和草莓冰激凌。这边的展台呢是冰棒，有卡通图的，有普通的冰棒。我们来把小碗冰激凌摆在这里。还有甜筒杯，甜筒杯子位置在这里，在甜筒制作机的旁边。这里呢是一张贴纸，需要我们对这些冰激凌杯和甜筒杯来做一下装饰。草莓冰激凌，巧克力冰激凌，当然啦，我们这个店里还有香蕉冰激凌。还有蜜瓜冰激凌。甜筒的杯子我们也分别给它贴上。那我们来做开店之前的准备吧。这里是冰激凌柜，我们来把冰激凌放进去吧。香蕉口味、蜜瓜口味、草莓冰激凌、最后呢再来一个巧克力口味的。看看我们的广告牌，上面会写着这个创意雪糕店里面都有什么呢？雪糕、冰棒、冰激凌，还有水果柠檬、橙子、西瓜和饼干棒。哪需要这些的呢？都可以到我们的雪糕店里来哦。准备工作做好，马上就可以开店，马上就可以开门营业了。不知道今天会有哪位小朋友